你用过了，你用过了。
forgive me. 谢谢台湾，大好き，大好き。 台湾人や数十万人で先生のように育成したから天皇がこの本を持ち上げた。台湾はもちろん日本の文化と教育と言語だから今台湾の国家日本語素晴らしいですよ。私は若いけどもっと昔の日本を丁寧はよく使うし、そういう人たちはもう一度日本の友達若い人 日本我特别有三味，啊，叫人要当兵，啊，啊，多安尼，枪支安尼嘛是啊吧，枪支枪支枪。拄到我啦吼，啊，遐拄好有人知影这张咩是，伊讲是东京至甲日本，啊，这位的经理也是社长是足有啊号召力的一个人。
也拄好，我也拄会啊，所以两张咩是一张，我都留回咱蔡总理。我在电影轨道都在另外一张可能我会留起来，后过啊，我若有法度甲伊联络吼。真是你日本有号召力遐尼强，遐尼迄落啊的人数啊，咱会甲伊保持联络嘛，无一定。哦，啊，搁其他像拄啊一挂小姐啊，都迄落哦，阮像爱台湾啊，是要读到好多遐遐物件。最后，这个伫因的号召力之下呢，啊，咱甲这个声音甲传出，应该就是今仔日大家安尼做了足够。哦，啊，嘛会带跳舞、唱歌，把今仔咱就拢吼。虽然年纪有较大，咱饮食趋同安尼吼，甲你囡仔同款，安尼就对啊。做人真好，讲讲几即几工的一切，大家感觉安怎？赞啦！赞！赞啦！太强了，对吧？吼！当然啦，咱甲咱的本来秘书长预期吼，有些嘛差距。啊，因为秘书长有咱家的情形，啊嘛无想到，因为客户甲秘书长讲，蒋议员。吼、哦，啊是诶，参议员有偌济人要来甲咱见面啊咧？啊，咱教会诶阵已经伊咧烧火啦吼，国会烧火，啊二月初二月中就要选重新选举，重新选举，啊所以啊烧火了，大家拢等于选区吼咧拼选举，啊即下都年底。啊，你哋拢无联开，啊，就啊倒出去无看甲啥物，甲去参加无联开咧。啊，所以吼、哦，咱做一个先吼、哦，去国会先吼，煞怎样无啦，吼、哦，众议员参观拢无来，但有一个众议员会做手领的人来甲咱按来，吼、哦，来甲咱按来。啊，所以这点是较可惜，就是讲咱的资讯吼无真充分。虽然遐人有表示讲真歹势，打电话来啊，歹势都歹势，无法度来了呢。啊，但咱感觉较遗憾，即就是讲美中不足之处了吼。啊，昨暝孙理事长，咱主席咧甲咱问讲，你看即边的行动安尼吼，恁啊打几分啦？吼，讲我若伫研究所开课的时候，研究所开课，学生，喂，学生吼上机。诶，迄个成绩是七十分及格嘛？我讲应该上少嘛要七十分啦，吼、哦、吼、哦，因为咱所期待吼，甲、哦、实在发生的有一点啊落差啦。啊，恁有啥代先讲，我给你来电话代先讲。来，嘿，来，我话讲啊，路路长，我长脚长诶。因为吼，遮做伙想较过，看吼，看有两位贵。七十分啦，但是有人讲一百分，一百分是安尼讲的，伊讲足感动的。第一，例如讲，咱排队买一份信吼，迄咱交会的信吼，啊日本人拢甲咱突然打人钱嘞，拢突然打人钱，吼、哦。啊，另外咱是市会的信吼，游戏大赏，游戏大迄是市员啦，讲哦，伊是从今以后吼，不爱去理会，啥物台独联盟的，啥物李登辉自由会，非常不好。就是恁这叫好，要来甲咱斗相共，哇，这就力量嘞！伊才四十二岁尔，因为咱甲咱拍拼三十档以上嘞。哦，我做感情嘞，哦，听做感情嘞，哦。啊，你看二万三二万吼，来恁后代唱台湾军的歌吼，吼、哦，但迄日本歌吼，爱心吼，讲话讲了，咱要走过来甲咱还账，吼、哦，过来甲挨杀死，等足久，等足久来甲挨杀死。哦，即嘛足甘心的啦，哦，表示讲因是真关心嘛，好感谢，哦，啊，甲游戏大赏，哦，啊，因拢足甘心。另外一个坎，好做啥？坎妈啥物我袂记啊，还是魔力啥物？魔力啦，还是魔力啥？我袂记啊，吼，拢足甘心啦，哦，所以吼、哦，
咱选咧十九，哦，你若是下一边要选市议员啦，哦，要去选举也是选国会议员啦，阮台湾中央会甲你支持啊，我会去找一挂人甲你支持，所以皆大欢喜啦。啊，你要讲啥？来，好、哦，这人真好。啊，所以哦，另外就是讲，咱伫也是可能，吼、哦，你等迄个要入去参拜的时阵吼，迄、哦、点本来是讲点半钟的时间，但是实际上到尾是两点钟啦。咱有两点钟的时间。做真好的沟通，我本来嘛唔知讲，诶，足侪日本人要来，唔知有遐侪日本人要来，啊，遐日本人古怪呢，伊嘛无想讲，吐遮侪人，真正遮侪人来伫这所在客满嘛，经过迄个咱伫遐迄个俄西斯嘛，迄个所在啊，吼，咱坐到满，啊，佫日本人佫来佫围用徛呢，外口佫有徛呢，有一个吼，有一个参议员来。吼、哦，有、哦、惊一条，伊本来想讲在看一下，爱扫一下，讲佫遮侪人啊，吼、哦，爱心吼，伊讲伊明仔载我到第二会，但是伊今日来甲大家吼爱扫一下咧。哦，整个气氛非常不错。啊，本来啦，咱上个啥是讲啊，大家忝啊吼，无坐落来喝一杯茶啦吼、哦。啊，我甲讲，诶、欸，我讲，讲主席，是毋是会当讲吼，利用这个时间，你甲大家讲几句啊？精神面的话啊，因为我要讲啥，我大家休困都要讲啥，讲的是真难得，因为你真罕哩伫咱台湾甲大家见面，啊，咱是百五个人来伫遮，啊，你哦利用短短的时间三五分钟，吼、哦，甲你的感想，啊，是你期待，吼、哦，啊，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报告安尼，哦，啊，伊即摆咧讲话，即摆我就开始规划讲，过了数日是要找谁讲，所以我就想，你可哦，蔡明华对你可真系消息较灵通啊！伊伫美国的时候，不三时有啥物代志的时候，拢会甲美国国安会的人接触。哦，美国国安会告诉他们说，美国方面目前最近的情形，哦，对咱民政府有啥物希望，有啥物要求，要创啥，哦，会当甲咱帮忙啥做啥咧。啊，所以讲伊来出来甲咱讲话嘛，就有来啦吼、哦。啊，所以我想会客户爱甲咱报告讲，伊。安排了安怎？吼、哦，就是黄慧英，吼、哦，伊要八十岁的人啊，老太太安尼，但看起来那像六十岁人啊，精神足好呀、啊，啊，叫叫叫啊，啊，叫我食肉的，叫我食肉的，吼、哦。咱去食也肯定开心哦，我唔提青菜过来，因为你唔提对吧？哦，我头下才去提，结果伊讲等不及啊，讲开去提哦，提不但你看我遮大块，遮大块呢，啊，我是食菜食者，我无啥食肉的人啊，我是食鱼。食鱼甲食菜呢，哦，我伊肉安遮大块都忽略咧吼，伊讲无食肉无精神，哦，所以八十岁人吼看起来七十九啦吼，看起来讲那六十岁人咧，哦，精神非常旺盛。啊，伊甲咱安排整个行程，伊甲咱安排创啥安排，当然伊毋是伊家己一个力量，伊透过伊是土耳上，伊土耳上是咧政界老将就对啦，熟悉足济，即个日本即中央政界的即个人物吼，啊，佫有一挂伊的后辈，啊，所以吼、哦，伊就甲咱黄慧英斗三工，吼、哦，真甘心，做遮济安排拢因两个安排出来的。但黄慧英想过乐观啦，甲咱的秘书长所讲的拢想过乐观，哦，几个众议员要来，几个参议员要来，哦，接受过安尼，啊，所以咱的秘书长就真乐观，啊，另外讲。哎，有500个支持者要来，啊，500个反对者要来，啊，佫有1000名警察，吼、哦，即嘛好用的事故，伊无，吼、哦，伊刚听讲有可能安尼尔，啊，但无真确定，结果伊就相信有啊，啊，就甲秘书长讲，所以无，这问题毋是伫秘书长毋对啦，秘书长所得到的讯息是来自于黄慧英的报告，因为有左派甲右派嘛，日本的左派是正后的时吼，日本的迄个左派就是讲。头戴吼，头戴是训练日本的教授的所在，东京大学。啊，东京大学吼，伫早期伫迄个社会主义真正发达的时阵，三零年代的时阵，就已经有足侪左派的教授伫。啊，即左派的教授吼，伫建校的时吼，甲我讲，无唔对啊，你军国主义就是右派嘛，吼、哦，极右嘛，甲迄个法西斯是拢极右嘛，反对共产党就是极右嘛，吼、哦。啊！伊即左派是讲社会主义，是较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啊，虽然毋是共产党，但是咧，反对共产党，但是无像迄个咱个右派安尼，
吼，迄领旗的管理就好到。那像咱台湾数十年来拢极右派，极右派的张相款拢啊，足极力的管理共产党。你若是讲共产思想，就是爱清杀啦，吼、哦，就是了不要甲你曝光啊，伊有共产思想，吼、哦，伊咧马上解决就是共产思想，带动就是共产，啊，就来关来台安的同款吼。啊，但是社会主义者吼，伊、哦、本身就是共产党迄个思想，哦，不过就是讲希望讲。那像这美国的民主党，他照顾弱势团体，这是社会主义者啦。啊，社会主义者甲共产党的观念较接近，啊，所以较同情共产党。啊嘛，同情啥？同情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哦，被日本的军队吼侵入安尼吼，啊，害死足侪人安尼吼。所以比较上伫战后的时吼，社会就左派势力较强，民主党哦，大有即款左派的思想。啊，这里咱讲游戏大厂。游戏打这里以外啦，伊是民主党诶，看下种少年，看下那是几岁啊？42岁。哦，即个就已经早着伫这里做一个做这参议员啦，是众议员的助理，啊，再来选东京都的市议员安尼。啊，所以这里左派力量真强，啊，有帮助洪声讲，假使闹右派出来，伊嘛要出来呢。啊，所以当然这个洪声出来了，咱客户就好，就甲咱的秘书长讲，所以秘书长就有这里、個。即了解啊，就甲你讲。哎，好个在咱拢无啊，就右派的人嘛无五百个，左派的人无五百个，咱就真平安。吼、哦，咱伫今年开始，甲咱欢迎家人200多个嘛吼，200多个拢是甲知识分子啦吼，甲同情台湾处境的，同情台湾人，了解台湾人困难的所在。这人足支持拢过去支持李登辉指挥，吼、哦、啊是讲支持台独联盟的，吼、哦。啊，是讲这个台湾同学甲台湾同学较有来往的人安尼，哦，所以政府来讲，头先讲到两点，讲啥是百分的关系，啊，另外第三点我说的是什么吼？啊，所以中共吼、哦，中共安尼吼，中共安尼甲观察起来，就咱这边这里，国内一片天动啦吼，中华的天动，应该是在点的蛮难接近，哦，不满意。但是还可以接受了，哦，啊，咱是记者会中间啦，恁无入面吼，啊，是上记者会吼，来接电话吼。上欢喜就是讲 NHK 的代表，哦，伊来，有甲足清楚。啊 ，NHK 这里海洋市场吼，海洋市场伊对台湾足了解，因为伊住台北的迄个记者，住台北的老白的记者，所以对台北咱台湾的这政情非常了解。非常了解，伊嘛对国民党的迄个过去所作所为吼，嘛足了解，跟他讲，哦，害人放火啦，吼，啊是讲剥削啦，是讲这個不公平的这個政策啦，吼，对台湾人歧视，哦，歧视的 discrimination， 哦，这种不应该啦，吼，啊嘛知影讲台湾人对国民党真未赞成，台湾人对中国吼，对外省人吼，拢未下啦，吼，哦，基本上就是讲有这個差别，甲这个观点的。迄个冲突啦吼，哎，真了解啊！但是对咱的代志是呢，伊嘛初初了解呢吼。啊，个先是去年还是今年有去台北的时，就听讲，咱有咱这个 TCC 的组织，啊，咱嘛有咧发展啊呢。吼，啊，至于讲这里、個，一直怀疑讲，敢有可能美国甲咱做这个 ID 卡，吼、啊，哦 ，ID 卡，美国甲咱做 ID 卡，伊讲足怀疑的呢吼，啊。哎、啊，讲伫台北有听讲，哎、啊，到底即个创业，敢是恁家己做的啦，毋是美国做？哦，我着着看，我这张我有十个有做嘞吼，我伫这张 ID 卡有看。我讲吼，即内底有三点爱甲你报告。就讲本来咱英文写台湾 ，identification card， 哦，台湾 identification card， 哦，简称 ID， 哦。啊，咱写台湾民主母身份证，啊，移民这里去抓着咱的国民身份证。啊！美国甲你讲，你直接把迄个名去掉，写台湾政府身份证就好了。所以咱就要伫台湾边啊写成台湾 government， 还是 vacation card 安尼，啊，出来台湾政府身份证，所以才是咱的迄、那个咱的身份证的口味。这是两个特色。过来，这里卡片后面吼，左下角写一个 USMG， 美国军事政府。过来 TCG 台湾民政府哦 ，number 哦，安尼股上面股票甲摆在遐咧，我睇看哦，因就讲一翕相，正面背面一翕相，足侪人吼，伊、哦、记者有翕相机拢来翕哦，我来去四五个哦，
第一日来翕，啊翕翕下先吼，啊伊就讲，这是对对摕出来安尼啦。咱昨天上家回答讲，哎，这都是 AIT 来，哦 AIT 来，啊这是美国的趋势，是美国国防部帮我们印的，哦，而且做数学用啊，我要来，我最近我要去台湾，我要问 AIT， 哦，啊是不是真正确实的，咱伫 AIT 也提出来，因咱所有物件拢透过 AIT。甲咱寄去美国，啊，美国收到，哎 ，AIT 收到美国迄边来的资料，嘛是对 AIT 提过来，因为咱来提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甲咱检查，检查对伊不利，伊就甲你毁灭、毁灭，还是甲你扣留，互你无法度沟通，所以咱是透过 AIT 的管道，咱拢无秘密，哦，甲大家讲，咱学员拢爱来了解，有这个管道，互大家增加信心，讲诶，美国 AIT 已经。足容易甲咱斗相共，咱所有何必讲个批 letter 批信啊？像最近过，今年过三，过美国过三个，哦，一个就是讲，你若无插国旗，你插美国国旗，各所在你爱插国旗，美国国旗。啊，然后中华民国国旗的所在，你爱甲美国国旗，甲插姓名顶比中华民国国旗较悬。这是咱，这是1945年4月2号的时，美国国旗比中华民国国旗较悬的，这大家注意看嘛。爱配合迄个情形，哦，咱人会过去，哦，啊，一月是过讲，过国门，六月是过美国国防部的，啊，到九月应该九月是咯，过这个，六月底是用回水吼，那是过这个美国国防部，伊是伫啥哩军事设施的军事据点，哦，拢无挂美国国旗，哦，啊，啥货中央国旗挂关台，伊无挂国旗。哦，你这，咱开，前后咱开300,000台票，拢总10,000美金出去啊，10,000美金出去啊。啊，九月先是迄、那个，哦，是这个有关护照的问题，哦，这是过啥过美国的，国务院 ，Department of State， 哦，过国务院讲，你爱发护照，国民护照，哦，台湾人按照你的高等法院的判决，伊应该是迄个被诈骗庭来滴。法官有讲，哎，原告是要求讲吼，本岛台湾人拢是美国国民哦，非公民哦 ，non-citizen 的 nation 哦 ，American 哦 ，American non-citizen， American nation non-citizen 哦，美国国民非公民哦，被提这个美国国民护照非公民，美国国民护照会上进出美国，甚至去其他国家。哦，去日本啊，去中国啊，拢受着保护，哦，受着美国宪法的保护。啊，然后这个非公民意思讲，你是享受美国国民的人权保护，但是你袂使投票选总统甲参议员。假设你啊，因为住美国一个州，你住到某一个时间以后，哦，一年还是几年后，你是可能会当选地方官，袂当选中央官，哦，中央的迄个。玩个总统没在算，安尼就对了哦。这是叫美国，叫 America Nations Non-Citizen 哦，啊，这个就好话咧。啊，就在这个护照，美国国民护照是第一个任何所在拢受美国宪法啊、美国法律的保护和人权保护。就是遐中国的时哦，你若无做违法的事情，中国的迄、那个伊的公安嘛未使甲你抓啦。哦，你受你爱记住。美国人的尊，哦，迄个地位，哦，同款的地位来受到迄个人权保护安尼，啊，国民党嘛无可能甲伊安怎，伊你也直接提着讲，美国国民护照是，国民党自然伊就消失去啊，伫台湾伊就爱离开啊嘛，表示讲我台美国已经接受这个本土台湾人是我伫美国保护，因为你法理上，中华民国也是讲中国人，也是讲。台湾人来认同中国人，伊讲我都唔是台湾人，我已经吼认同中华民国，啊，我要甲中华民国同进退，啊，所以伊就无可能去，咱嘛无可能发护照，哦，无可能发护照，啊，若将来有一天，伊就要离开，啊，无伊就倒来遮去摕居留证，台湾的居留证，啊，你也要规划去申请，啊，你也做危害台湾人的，违背台湾人，你唔捌台湾历史，哦，唔捌台湾地理，哦，啊，违背台湾利益的时，哦。咱无可能回去的公民权，啊，若有犯法的，啊，就甲驱逐出境，随时会当驱逐出境，安尼吼。啊，所以变做驱逐出境的时候，当伊伫遮在战斗的，就价值就较无用嘛，伊一定爱赔，啊，上少都爱赔出。哦，这对伊的经济损失来咧吼。
啊，所以吼、哦，你讲是按照咱的公民权利法是安尼规划的啦，吼、哦。啊，安尼个做起来，所以咱第九月是咱提出第二个告诉，告美国国务院。十一月底是咱就比3万美金，告美国政府，吼、哦，这边较大，诶，这边大代志就是讲，希望美国政府停止所有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选举。李鸿政府无理由叫咱台湾人投票选伊的总统。李鸿政府应该是以中华民国的人去代表，那像西藏在迄个印度迄个城市，我袂记得名吼，啥什么东西啊吼？迄、那个所在选举是印度人无去投票，是西藏的人家己去投票伊的领袖吼。啊，咱这个所在同款的道理，中华民国伫这个所在是伫台北地区吼，伊所谓。外省人也是讲中国人应该去投票选伊的总统，袂使胁迫台湾人去选总统。台湾人嘛袂使去参加伊的总统选。你若参加伊的总统选，表示你认同中华民国，你就是接受中华民国的统治。那么你就是中华民国人，你就已经不是本土台湾人安尼。哦，这里就法律上的观念是这样。所以咱第三个故事就是过这点。哦，你若是就是伊选举了结论啊，什么人当选的是？咱这里故事内底要求讲美国卖家靠近。欸、你若卖个好势，伊就我就是520就职，你个选举是无效。哦，啊，我有看到卡，咱委托的律师吼、哦，叫做卡 C A R R， 内哦，中立是我袂记啊，内哦，卡这个啦，我有去伊 office 吼、哦，去年九月前面我有去伊 office， 伊足 smart， 美国的律师吼、哦，若有名的律师吼、哦，拢是一流人才，哦，啊，有些时拢可以和咱的秘书长。哦，用个 email， 哦，用 email 也寄配当的是，也去有国民党来接收，用 email 的方式寄来秘书长印一份，啊，我甲看过，啊，看过，伊讲，根据咱高等法院的判决，咱的胜算足大，啊，高等法院的判决足明显的，讲你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无世界公认的政府，哦，台湾人伫这道的会议来生活伫政治联合中间，这政治联合东西国民党是不是？哦，咱无家己的法度，家己的主张嘛，啊，所以用安尼先吼，啊，佫第四点讲，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有义务，吼、哦，有义务为这个被告、为原告吼达成伊的目标，人权保护的目标，哦，这真明显啦。所以美国当然会对各种施压力嘛，吼、哦，啊，所以即摆是咱第三个故事，3万美金寄出去，但后续也唔知还佫计划者哦，啊，寄出去了。即摆开始，哦，上个法院啊，上个法院，啊，所以上个法院了，就开始会去辩论，哦，辩论了，但是若宣判的时，若讲但是赢的时哦，伊一定要停止选举，这选举是无效的。520的时，美国不可能给他核电，而选举有结论的时，美国不会给他核电，伊就无法度救出。哦，安尼时就真明显啦。啊，加上咱即摆 ID 就要发啦，哦，30日迄天摕 ID 了。咱若有诶，咱来动心讲，哎、欸，摕了 ID， 我马上去美国，啊，免签证，那不得了，就是免 interview， 哦，咱是讲讲，免 interview， 因为有可能有你免签证，哦，所以表示讲免签证去中间咯，美国各党人还要再协调，哦，啊，若是免 interview 就已经，我刚刚讲就已经60分啦，啊，若讲会当免签证是100分，咱期待安尼，哦，啊，所以哦，总共一句就讲，当暗食饭诶时，哦。我参伊斯托拉省，南哈马达省，哦，他家就是叫做波索哈兰，哦，波索哈兰，我就咧开玩笑讲，哎、欸，波索哈兰就是你咧多天多日，足细只平原，四周拢山，也是讲吼，哎，拢怪所在吼，啊，足细你咧天气足微嘛，波索伊嘛吼，波索伊哈兰嘛吼，足以为哈兰吼，足细只平原，哦，有些是些，所以现在起波索哈兰咧吼。讲你笑咧吼，所以用足个人讲嘛，伊讲吼，按照伊的观察，日本的政界对咱这边的这个活动已经是初初的印象。哦，那像我那伫也是去年时哦，坐满满，啊，佫遮侪日本人来，啊，迄个参议员，匆匆忙忙来，伊本来想看咱无嘛，伊讲啥物，民政府是咧创啥，你讲甲你认为机会有啥差别？哦。这是赶快一个台湾一个小团体要来，吼、哦，要来观光尔尔嘛。哎、欸，叫我有伊个讲，
来讲，遮侪日本的进来人来，搁在就是欢欢，哦啊，啊个大家在迄种是气氛搁在烤热起来了，哦，差点起来时候，大家搁做认真的哦，做用心的吼，啊所以吼，啊我搁讲遐话伊冇听的吼，啊所以真有印象改观，哦，有差吼，啊，所以就刚刚讲，情况应该是不错。啊！但是我袂使讲，自我感觉良好，我你的情况不错哦，七十分哦，啊及格哦，啊就爱听听，讲伊大家有啥意见，有啥看法，我就希望每一个人，因咱将来每一个人就有可能做咱的行政官僚，啊行政官僚爱有沟通能力、演说能力，站起来就会当讲，是我，你讲二十几年前，我本来是规划想，日本人无要来嘛，我正在底下等嘛，啊咱就。讲到尾啊，我只讲半点钟的时间来讲一寡我的从政经验，哦，还是讲我过去对李登辉是做啥物代志，哦，而且足宝贵的经验嘛。哦，我咧讲哦，迄个公务司听，因为无听你讲，我拢唔知过去李登辉时代，哦，早期李登辉对接手的时发生遐一大代志，啊，拢外口拢无啥。我报纸边来讲，电视边来讲，伊就拢内幕消息，哦，啊嘛无爱，国民党要做啥代志，无爱防灾，哦，比如讲。李登辉是微信哦，像伊较硬个人拍，是比甲总统府啊，你甲带些苏志清呀，带些苏志清来，伊变来甲些恶势力斗阵，不可能嘛，哦，到尾去找一个姓曾，哦，那曾先生啊，伊退休啊啦，苗栗啦退休啊，啊，伊就是啥嘞？伊是台共，足早期的时哦，四凤年、五凤年的时哦，被台湾共产党。啊，台湾共产党以后，伫国共年代是去当朝的时候，伊才十来岁尔咧。伊阿兄在庆山，伊大兄带去参加台共哦，伊大兄庆山，啊，伊本身咧，伊本身是一个囡仔，十来岁囡仔，所以就叫国中甲感化、甲关啦吼，啊，关起来就甲教育啦吼，啊，教伊做进步工作，啊，派来进步做进步的。所以你看哦，台湾就哦，啊，伊李登辉起来是已经。退休啊，啊，佫退休不能干，不能呀。你就找无人嘛，啊，像伊过去就是政府局的，哦，所以就请伊来，请伊来斗三工，安尼一个。啊佫在外交部派一个吼，郑兆，哦，迄个人，哦，嘛是客家人，哦，嘛是经过政府局训练的，啊，就一摆甲你就去斗三工，即两个斗完啦，安尼。啊，三个人尔嘞，啊，三个人是要做啥代志，哦？到尾啊，李登辉刚刚讲，要找一个保险人哦，这个教授，这个教授哦真优秀，伊专门研究啥？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啊个。